海南其实在这个防控防疫上面做的是非常的好的，又成功的举办了大型晚会，希望海南在这个未来演出市场上能够越来越好。对，也非常看好海口，正好是春暖花开的一个季节，非常的舒适，政府非常的支持我们这个演唱会，给了前来的游客很多的福利，比如说美食购物的折扣啊，交通啊，让前来的游客和观众都能够在吃住行上面享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待遇。对，开始大家提出来说想让我担任这个今年的总导演的时候，我听到第一反应其实是有压力的，毕竟从来没有当过总导演。比如说演唱会年底做完之后呢，接下来就应该忙就是专辑的这个发行了。